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感谢主。时间过得快不快？尤其在今天，我自己感觉到，不论是社会或者教会，不论是一般的人，或者是基督徒，啊，我们就看到，我不喜欢用天灾人祸，我是喜欢用人祸。和自然灾害可以说没有停过，一路一路，再加上教会还有一些内忧和外患。那么我想问一个问题，中国话有一句话就是生不逢时。我想请问你有没有感觉，哎呀，倒霉生在这个时代，生在这时间，还是生得逢时？耶稣说，过去许多的君王和先知想要看你们所看的，想听你们所听的，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我们怎么样来看生的逢时还生不逢时？还有呢，中国有一句话说度日如年。哇，这个日子真的难过，有人可能还在隔离啊，或者等等，度日如年啊，甚至有些人有了忧郁症了啊，有些人甚至于啊，自杀了啊，甚至是行凶了都有。到底度日如年，还是度年如日？不晓得什么道理。我最近越来越感觉，哎，怎么一下又一个安息日，一下又一个安息日呢？啊，尽管有一点学习，有点准备啊啊，有一点短短的侍奉，这是我们值得思考的啊一个问题。求主能够光照我们，能够让我们的卑微的手握住主全能的手，继续的往前走。我们先做个祷告，好不好？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在我们身旁的圣灵，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当我们今天还有机会能够来亲近你，有机会歌诗颂扬你，有机会能够祈求你，也有机会领受主话语的时候，求主的恩典能够在我们当中，愿你的平安也能够在我们众弟兄姐妹甚至我不认识的人当中。愿主给我们机会能够继续的能够为主做盐，能够做光，以供应这世界的需要，也能够满足教会的一切的发展的需要。答应我们的祷告，我们需要你，求主使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能够步步的灵性上高升，向高处行。谢谢你，也求主让我们在心里面能够感恩，心里面能够侍奉，心里面能够敬拜你。我们短短的祷告感恩，靠主耶稣的功劳，阿们。我们这系列我一再重复，我运用的是以赛亚书31章37节所讲，他们要怎么样往下扎根，向上结果，不扎根不会结果的，不结果说明这根本身存在的问题了啊，或者已经跟脱离了，所以这很重要，我们要步步的能够晋升与主耶稣基督的交往和他的关系，但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要结出果子来，荣耀上帝，能够造福社会，造就世人，也使我们自己能够觉得人生是有价值、有目的、有意义。我最近是在看这个喜乐的泉源啊，因为有一次这个 Oregon 一个教会叫我要领这个喜乐泉源第3章转向啊，那么我现在回头我一看，觉得这本书真的好。当然我以前读过不止一次，怀斯姆这本印了几千万本的啊，翻译成100多种文字的一本书，实在很好。他这本书本来叫什么 Step to Christ， 中文曾经翻译过实际救主，或者是幸福的阶梯，阶梯。现在我们是用喜乐的泉源，这个名字都很好。为什么喜乐泉源？因为
这本小书的十三章最后一章，在主里面喜乐，基督徒一个很好的一个反应就在主里面喜乐。为什么？我们有信心，有盼望，有爱心，所以在主里面喜乐。而我们这个系列呢，着重是讲彼得的八节天梯，有了信心，再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什么？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使我们的节制不要半途而废，使我们要成功。但有了忍耐呢？继续的，这个我们说，彼得后书告诉我们说，有忍耐加上敬虔前进，啊，很敬虔，这是八福，啊，这是八节天地里面的一个。那么八福呢？啊，我们不妨也，当然，我们有了前进以后，还要加上怎么样，一步一步再上去。同样的，我们知道，在国外考钢琴是八级，在中国是十级。不要说，哎，我已经几级了，我已经到顶了。不，我们要不断的前进，我们以后会继续的学习。而八福呢，第一福，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得保住，啊，连续人人已有福了，因为他必蒙连续。但紧接着下面一个福呢，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怎么？什么？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得见上帝。那么在敬虔这一节里面，跟清心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这次系列，我希望把这个八级天梯跟耶稣的八福，甚至于，哎，我发现，甚至于从创世纪里面啊，一步一步啊，以及启示录里面所有的八个福分，都联系在一起。当然，最后要提醒教会，提醒我们基督徒的，就是说，我们要注意，不要遭到法利赛人的八惑。哎，这个。一步一步大家想一想好不好？那么敬虔这个字呢，啊，我查了一下英文的字典，啊，我记得是 godliness， 但我开始找不到，原来在 godly 里面有个词叫 godliness，啊，这就是一个名词。那么我记得怀斯姆有个非常好的解释，啊，他说 Godliness is Godlikeness， 就说敬虔就是向上帝，确实就这样。那 Godly 就是向上帝那样，那么敬虔就是向上帝。我们上次讲的是什么？我们上次讲的是什么？啊，要加上节制，是不是？节制要加上忍耐。那么节制的对立面是什么？放纵，把自由怎么样？哎，追求自由，自由其实把由自由的自己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要怎么说怎么说，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我要怎么想怎么想，以为这是自由，结果走向今天很多很多不幸的社会的现象，家庭的一些表现等等。那么节制刚刚是一个方面的反应，当然节制还有忍耐，是不是？上次我们讲节制我们必须要忍耐才能够成功，但总是在这个范畴里面。那么节制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苦行，苦待己身。尤其耶稣的时代，当时罗马的两派主要的哲学，一派叫以比鸠鲁，一派叫斯多亚，这个在《使徒行传》里有的。保罗跟这两派哲学的学者怎么样啊？讨论辩论啊，都有的。这一派人呢，就怎么样？
做这种苦修的，你如果查一查 Stoic 啊 ，STOIC Stoic， 就是当时苦行主义者啊，认为人生就怎么样，要苦啊。中国佛教也是要把一切的欲望的根都要铲除，能不能？大家都有数，都知道，做到做不到。但这是当时两派啊，伊壁鸠鲁的是享乐主义啊，放纵的，放纵享乐，哪怕是在一个奴隶制的社会，哪怕在罗马帝国的上层都不能。我上期讲过，欲望的怎么样达成就欲望的破灭，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普风。但苦行，当时这两派的哲学都不能使人心满足，不论是社会的上层或者社会的下层，他们的内心。所以基督教就讲什么？基督教反对纵欲，但基督教也不追求怎么基督教只是把欲望当作一个有用的仆人，不然做一个无情的霸主。那么非但耶稣的时代有这个哲学的学派，你如果读教会历史，开始有修道院，开始修道院是好的。比如说法兰西斯 St. Francis， 他就看见当时对吧，由于罗马君王接受了基督教，结果怎么政教合一，教会过去逼迫的现在富裕了，现在啊被政权君王所支持了，结果教会越来越怎么样，越世俗化，越来越腐化。所以他就去做修道。 St. Francis 本来是一个富家子弟，他后来讲了一句，他说我跟贫穷姑娘结婚，贫穷打引号，意思是他跟贫穷一生连在一起，把所有的周济人啊，去开修道院接待病人，接待麻风病人等等，开始是好的。但后来呢，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法兰西斯修会还在，后来就被一个突破症，是吧？就是到处是要求布施，要求施舍，拿了一个饭碗啊，到处，这个又走向另外一个阶段。所以要很注意这问题。这里讲什么？有了节制加上忍耐，有忍耐要加上什么？前进，进前，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对不对？那么不是说放纵的不对，但是呢，像做的一个中世纪，还有我上讲过一些柱顶修士啊，表示自己刻苦起身，跑到个柱顶上，日晒雨淋，就在柱顶上坐着，这些都是不对的啊，都是不对的。那么，我想刚刚讲怎么样？刚刚讲的进前什么意思啊？进前是向上帝啊 ，Godliness is Godlikeness， 向上帝，向上帝，向上帝的什么？我有人说，我们上次不是讲了吗？我们要虚心，打开心门，接受主耶稣，让他的光进来。我们要哀动，我们要在他面前认罪悔改，然后呢，我们的脖子不再这么硬了，不像金刚石了，可以接受他的怎么样管教。接受他的改造，接受他的塑造。那么我们最要追求的耶稣基督，如饥似渴的要渴慕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最最大的特征是什么？耶稣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爱、连续、同情、悲悯，这是基督教的一个特色，特色。那么
但为什么啊又要加上一个呢？要加上什么？要加上前进，还有加上清新，我们等会再讲。现在很遗憾的，有些人就把旧约那个了，哇，他是一个严厉的审判官，他这个无情的债主，他是动不动要杀人的，要惩罚人的，其实错。你读一读约拿书怎么样？约拿他甚至让先知约拿食言四十天，你以为毁灭不毁灭了？因为上至君王，下至庶民，都怎么样？认罪悔改，披麻蒙羞啊，蒙灰啊！上帝说：“我收回。”耶稣是人所讲的这些吗？不了，不了。上帝甚至于对约拿说：“你知道，在尼尼微城有十二万人，连左右手都不能分辨，还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吗？”这卷书结束在那里。我们再看亚伯拉罕为索多玛代求，他难道是单单为罗德一家代求吗？不，你看，从五十个亚伯拉罕说有五十人，你还毁灭？上帝说不毁灭，一路路写五十、四十、三十，最后十个。如果索多玛有十个人，上帝说我都不毁灭他。弟兄姐妹，旧约的耶和华不是像有些人所讲，哎呀等等，是的，上帝有极其公义的一面，上帝是个怎么样，绝对不允许罪过完全泛滥的，对不对？上帝叫洪水灭世的时候，上帝要传警告，传信息，传了120年，凡是愿意进来都可以进入方舟。所以我希望我们读圣经要注意。那么同样的，也有些人犯了另外错误，他说什么旧约的耶和华是这样的形象，错。刚刚我所举的只是其中几个例子，对不对？哪怕马拿西是一个可以说最坏的一个君王，但是他后来悔改，上帝都饶恕他。你说，甚至以西就说：“以法莲啊，以法莲啊，啊，我人毁灭，难道是我喜悦的吗？以法莲，以法莲，你们回转回转吧。”这些都是很动人的，对不对？和西亚书那更动人啊，哪怕是以色列走偏打错了，只要他悔改，上帝还是愿意接纳。但同样有另外一个啊，我们在基督教的重心就是爱，就是怜悯，就是同情，就把耶稣基督讲成一个什么，讲成一个圣诞老公公，哇啊，摸摸你的头啊，祝福你，都是其实又疏忽了另外。那么我们看看有几个大家都熟的接近圣殿，大家知道吗？在我们想象当中，耶稣基督是一个满面春风，绝对。但是你能够想象吗？耶稣拿绳子做成鞭子，推倒他们，对方年轻的作者赶出永阳城君，愤怒到极点。当耶稣基督的安息日医病拯救人，解除人痛苦之后，圣经讲那天是安息日，耶稣怒目看这些法利赛人。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不轻易发怒不等于不发怒。同样的，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怎么样，不要以为耶稣啊竟是一个好好人啊，甚至对罪恶啊，对这些不义的事情都不闻不问。不不不，在接近圣殿的时候，在耶稣怎么样安息医病的时候，耶稣都是怎么样，上次我们也讲过，忍耐，这是上帝的忍耐。上帝忍耐既是包括着绝对不怎么样委屈正义，而是绝对坚持正义的一种，而且是当然是跟希腊人的想法又不一样。希腊人认为不报复那是不行，一定要报复。中国人讲啊，君子报仇十年都不，那上帝不，
但是上帝这个忍耐绝对不是怎么样唯唯诺诺啊，绝对不是怎么样负地求饶，不是这意思。当要行动的时候，上帝行动；当要发怒的时候，就发怒；当要责备的时候，责备；当要审判的就审判；当要刑罚的就刑罚的。这位上帝，对不对？那么，同样的，耶稣在受审判的时候，彼得拔出刀来，把大祭司的耳朵、马勒古的耳朵削掉一个，耶稣还挣扎着去把他医好。哎呀，耶稣真的是不得了的一位有怜悯、有同情、有仁慈的一位主啊！但是怎么样？当这大祭司问他很多问题，耶稣不回答。但问到你是上帝儿子吗？他说是。不但是，将来你见人子降落云和天王王，你圣者要降临。结果怎么样？大祭司有个仆人光，耶稣是吧？还拉了我唯唯诺诺，我现在是做阶下囚。不，耶稣就说，我如果没有错，你为什么打我？我如果有错，你指出我来错。耶稣不是不发声音的，千万要注意这个问题。敬虔不是唯唯诺诺，敬虔不是什么低声下气，敬虔不是委曲求全。不，当要讲话的时候讲话，当要做事的时候做事，当要发怒的时候发怒，当要行动的是行动，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对不对？同样的，耶稣对比拉多开始也是很忍耐的，非常忍耐。耶稣跟他讲，当比拉多说什么是真理，一个审判官连真理都不懂，耶稣就跟他讲。但到后来，比拉多怎么样？比拉多倒是一个，反而是为了权力唯唯诺诺，不坚持正义的。后来耶稣就不跟他讲。而希律呢，希律更加是一个充满淫威的一个人。希律说，哈，我听说你行了很多神迹，你在我面前行一件神迹，表演表演，我马上放你。耶稣睬也不睬他，一句话都不回答他，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很重要。大家还记得吧？有一次有人来告诉耶稣，希律说不可以传道。耶稣说，今天明天我还传道啊，我第三天要如何如何，你去告诉那个狐狸，就是告诉那个希律狐狸狡猾诡诈啊，险恶。所以敬虔要向上帝，我希望也求主能够让我们怎么样知道谁是最像上帝啊？米迦勒，米迦勒的意思原文就是谁是像上帝？耶稣基督是上帝本体的真相，是他荣光所发的光辉。我们做基督徒呢，就应该学习耶稣。绝对我们要追求，如饥似渴的要炫慕主耶稣，要怎么不断的追求，要连续，我们才能够得蒙上帝连续，这点不错。但连续了以后呢，还加上敬虔，要向上帝，啊，向上帝。而向上帝，其中一个就是什么？啊，固然是有节制，也有忍耐，但这个节制、这个忍耐，绝对不是朝苦行这方面去，也不是说忍耐、忍耐了就啊跪地求饶，就不敢坚持正义，不敢坚持人生的正直，把自己道德的脊椎怎么样完全毁损？不，不是这样。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怎么讲？叫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上帝同行，这就是善啊！这就是我们要追求的，在耶稣基督身上所要学习的。今天为什么我们这世代没有了一种虔诚的生活呢？就是因为少了上面一个敬。今天对上天也不敬，所以对人也不敬，就对什么敬啊？对权势、对钱财敬。所以今天的社会生活、今天的世界充满了很多很多的，真的是痛心的、不忍目睹的败坏的事情。没有一种诚实的生活，没有一种诚实的话语。敬虔，敬虔，对不对？虔诚，虔诚。所以这点我们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好了，那么今天我说一般人最尊敬的什么？有钱啦，有钱的大老板啦，老总啦，做高官的啦，就对他们敬。但我上次也提过，不过我想今天再提这圣经，对不对？提摩太书讲到了是吧？敬虔加上知足，就是大利，最好的、最大的利益。这个利益不是，哎呀，我过去就10000块一个月工资，我现在我投机倒把，我现在吹牛啊，我现在拍马，我现在贿赂，我就变20000了。不，敬虔加上知足，就是大利，真正的利益，人生真正利益。但求主帮助我们做基督徒的，能够效学主耶稣的怜悯、连续，但是呢，一定要敬虔，要敬虔啊！敬虔就向上帝。好了，下面呢，我们就讲清心什么意思？清心人有福了。我们上面接受什么？不讲过啊，这个虚心有福了，哀痛人有福了，温柔人有福了，饥渴慕义人有福了啊，这个连续人有福了啊。但怎么样呢？还要清心，这个很有意思。连续下面为什么要清心呢？啊，忍耐下面为什么要敬虔呢？这个很有意思的，对不对？清心，这就在 pure in heart 心里面，或者呢？Clear conscience， 一个无愧的一个良心，无愧的良心。清心的清怎么写啊？三点水，一个清，对不对？你看见一个污浊的水，哎呀，擦擦擦擦！你看见一个清洁的水，真的很高兴。那有的是你的山泉是流下的水，甚至你就用手就感觉因为很清。三点水清清新，水很清，很遗憾，对不对？今天我有一次在江西啊，我是第二次去，这牧师就说：“上次你来，你一分钟都没有停啊！我们这里有个最著名的三清山了、啊，是中国著名的景点了、啊。”他说：“你要晚上再讲，你上午我请个弟兄带你到三清山去。”哎，真的很好，对不对？山清水秀。到晚上我就讲，我一开始就讲，今天我有机会到山清山，我说现在水源污染、空气污染，我说更严重是道德污染。但愿我们这里真能够山清啊，样样都清洁。是的，对不对？那么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得见上帝，这很有意思的，对不对？如果你这盆水是污浊的，你自己照照看怎么样？哇，照出来你的人可能是根本不像你，根本看不见。如果很清的水呢，你在一个河道也好，等等，你照出来很清。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必得见上帝。那么这个我喜欢这本赞美诗颂赞诗577首啊，577首，当然高牧师唱的好，我没有唱啊，在我心，这是一个黑人的灵歌，黑人的灵歌，这是很简单，主啊，我愿做你门徒，在我心，在我心，主啊，我愿做你门徒，在我心，在我心。第二句说，主啊，我愿意更加爱人，在我心。第三句说，主啊，我愿更加圣洁，在我心，在我心。这首黑人的灵歌是非常的好啊，我很喜欢，很喜欢。那么我们再看保罗怎么样啊？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提摩太后书，保罗讲到他自己的这个经历，大家看一看提摩太后书
第一章第三节，保罗说：“我感谢，这是保罗写给他用福音所生的真儿子，不是假儿子，真儿子提摩太。我感谢上帝，就是我祭属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上帝。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想要见你等等。啊，而且呢，提摩太怎么样？想到你心里无为之信，无为之信。保罗自己是一个清洁的良心，他主出来的侍奉上帝。提摩太呢，是一个无为的信心，没有虚伪，没有假的一种信心。无为的信心，这个信先是在你这个外祖母，在你母亲的心里等等，这个很有意思。教会今天所需要的，如果基督教没有保罗、没有提摩太这样的人，没有今天的教会。而今天的教会最需要的就是怎么样，有一种用清洁的良心来侍奉上帝的基督徒。今天所需要的是有一种无畏的信心来献身的基督徒或者青年男女，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对不对？那么我们来讲讲清心，刚刚讲过了，对不对？像水这样很清洁，那非常好。那么清心的对立面是什么呢？啊，我们刚刚讲过了啊，节制忍耐，节制的对立面是怎么样？或者放纵，或者是苦修，这都不对，不是基督教所赞成的，圣经所推崇的。而清心的对立面什么呢？私心吗？私心，怀师母讲，一切破坏我们平安的，就是我们的私心。那我记得《历代愿望》这句话，私心。那么很有意思的啊，《创世纪》里边，自然界是不是私心的？自然界是不私心的啊。这个《喜乐的泉源》十七救主的第一章，怀师母就讲：“请看，自然界奇妙美丽的万物是如何不可思议的适应世人和一切动物的需要和幸福。那普照宇宙的阳光与滋润地土的雨露，以及河海山川平原无一不显明造化主的慈爱。受造之物每天所需要的都是由造物造化之主所供给的等等。上帝造这自然兽，青山绿水，空气清洁，哇，水源清洁，那心灵道德更清洁。但是罪怎么？罪已经污秽了这个世界，啊，空虚混沌，渊灭黑暗。但上帝一步一步要有光，光照我们，然后呢，造清洁的水，清洁的空气，啊，第二天以后呢，就怎么样？各从其类，还有怎么样呢？一切的就像日月星辰的安排，这个次序规律啊等等。后来呢，上帝的创造，所有的植物，所有动物都是没有自私的。你想，雨如果下下来，是就被土地怎么样吸收？雨怎么会下？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地上的水蒸气蒸发了到天上，然后慢慢再下下来。如果下到地里我扣留了啊，不给了，那麻烦了。非但是这样，土地呢又供给上面生长的植物，草啦花啦开花结果啦。如果每一环都扣留住了，没有了，这个世界不能生存啊。今天我们人类所需要的氧气，就是植物在光合作用的时候所放出来的，而我们所吐出的碳酸气正是植物所吸收的，都是无私的，没有一到我这里扣留配合了就变死海，只进不出。自然界是这么的奇妙，
上帝创造就是这么样的奇妙，对不对？一步一步，今天人的私心就是怎么样的？我们看看，在信仰上，我们先讲这个私心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信仰上，你有没有？哦，信仰上还有私心，大家是不是记得亚拿尼亚、撒菲拉啊？亚拿尼亚、撒菲拉，对不对？当时使徒教会啊，个人都把自己所需要的都拿出来啊。我已经讲过了，所谓社会主义的原则就是什么呀？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大家都把自己东西拿出来，按照个人的需要去怎么样？需要分配给分配给个人，分配，这就是社会主义最早的原则，好吧？因为我们知道马克思是犹太人啊，他也我相信读过圣经，他知道。但是呢，使徒时代的教会要发展圣工，需要很多的钱财，个人都实行了，甚至说最早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在《使徒行传》里面所讲的。那么，但是呢，圣经讲，有一叫巴拿巴是一个劝慰，是一个好人，他就变卖了田地都奉献。亚拿尼亚、撒菲拉呢？他们觉得，哎呀，人家都奉献，我不奉献没有面子，所以他们也变卖了，但怎么样，留住一部分，既要面子，要有维持自己的利益，对不对？我已经讲过，圣经里三个讲了，亚拿尼亚就倚靠什么？他倚靠的是钱财，他想我都拿出去了，我下面怎么生活？他靠，这是在信仰上私心表现啊，表现私心。使徒行传还讲一个行法术的西门啊，当地这个使徒到那里又行神迹又行奇事，按手的时候圣灵就下降。哎，这个行法术西门当时他在地方上还有一套的，也赚了很多的钱。他想，我还不如使徒呢。使徒一按手啊，非但行神迹事，而且圣灵会下降，所以他就怎么样，在信仰上，圣经讲他也已经受洗了，我也加入所谓加入教会了。我，他向使徒说，我把钱给你，你把这个圣灵恩赐给我。彼得就说，我讲的通俗一点，这句话就说，你跟你的钱财去见鬼吧。彼得说，你跟你的钱财都要毁灭。信仰上也有亚拿尼亚、撒菲拉这行邪术的，他无非不是无为的信心，不是清洁的良心服从上帝，是怎么样？有私利在里面，有私心在后面作祟。这是多马有没有？多马一度甚至是怎么样？甚至是保罗的同工呢？但圣经讲，迪马因为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迪马。所以圣经里面，你看《使徒行传》里面就举了这好几个例子，旧约我就不讲，好吧？在信仰上，如果我们有这些贪名、贪利、贪权、贪财的私心，就不是有清心，就不是真正侍奉上帝。在生活当中呢，那有人说不不不，哎，我不贪财，我们读一些圣经好不好？爱的诗篇，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哥林多十三章，其实我们有很多都会背的，不过啊，十三章，这里第三节说：“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意，信仰上有私心，就会像刚刚我们出现的，都很惨的，对吧？迪马就离弃了圣工，离弃了他的师父和难友，啊，行邪术的西门就如果不悔改，啊，使徒叫他悔改，或者可以免除这个灾祸。他说：“哎呀，你快为我祷告，不要降这个灾祸症。”亚拿尼亚、撒菲拉
因为试探圣灵当时就扑倒死了。而且生活上呢，同样的，那你说我不是这样的人啊，我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哇，这个已经不简单了。我耶稣叫个青年官他是做不到，因为他呢钱在很多人拥有车走了，我现在变卖所有分给穷人，甚至舍己身叫人焚烧。但是耶和华上帝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上帝是看内心。如果没有爱，没有真正的爱，没有真正的连续同情隐藏在里面的，人是不知道，上帝知道。仍然与我无异，可能与其他人有点益处了啊！你帮助了穷人，救济了一些人，这些人是得到益处了。可能你舍己身的把有人救回，但是你自己没有益处，你的心里不会有真正的福分、快乐跟平安，你良心还是有愧的，晓得我这样做，我的动机，人是不知道，上帝知道，上帝知道，啊，这在生活上。信仰上、生活上，那么更加重要的，啊，刚刚我还要读一些圣经，为什么呢？这是跟今天的这个题目很有关系。雅各书，啊，雅各书第一章，我们知道这个雅各是耶稣的兄弟雅各，是一个非常从这个生活当中有体验的一位使徒啊。雅各书第一章，哎。大家读这个啊，二十七节，二十七节，在上帝我们的父面前，那个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这都是跟我们今天讲的前进、虔诚以及清心。那在上帝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当中的孤儿寡妇。不过下面还有一句，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我把所有分给穷人了，我舍己身叫人焚烧了，但如果我沾染世俗，既没有益处，而且称不上是在父面前的一种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很有意思。今天有些慈善家很好，但也有些慈善家是沽名钓誉，对不对？最好明天上电视，后天登报，甚至死了以后立个牌坊，不要这样，对不对？这是在法利赛人更加要注意啊！今天我说还要结合八货，如果看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五、二十六节怎么样？看看啊，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三节，二十三章，二十五节，上次二十三节，二十五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了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乐事和放荡。你们这瞎眼的法利赛人，洗净了杯盘的里面，好叫怎么样，外面也干净了。所以这个有祸怎么样？中国的成语叫做金玉其外，败虚其中。我的原籍是广东人，广东人说鸡皮盖鸡笼，花的被子盖住个鸡笼，花的被子很好看，但里面是又脏又臭的一个鸡笼啊。这个要注意，法利赛人这样就有祸了。基督徒一定要清洁没有玷污的一个虔诚，就怎么样呢？不要沾染世俗。今天世界上人啊，追求的钱财、名啊、利啊、权啊，有些人呢，哎，表面上好一些，但是实质上还是不能使自己真正的得益处，不能在上帝面前能够蒙悦纳的，这个我们千万要注意，对不对？他们要么不做，如果要做的，就做人看得见的，对不对？做很长的祷告啦，啊，或者进食啦，或者等等，都是为了人家看见，看见他的外面，但他其实里面呢，都是见不得人的。今天的社会，今天的世界，很多这样的事情，对不对？求主怜悯，基督徒不要这样，
啊，基督徒不要讲。下面我就讲讲清心的人必得见上帝。怎么样得见上帝？我们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我们就叫学像上帝。这些圣经很多人有的时候解释马太福音第五章最后一节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有时候我们要完全像天父，不可能的，对不对？什么不可能？我们不可能都变上帝。这些圣经最重要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像天父那种心怀意念。你如果读上面就说，天父是叫日光照好人也照坏人，降雨给义的也不义的人，要爱护敌人，爱护那些你的私仇啊，对你好的你对他好有什么稀奇，对你不好的你要对他好，这个才是很难很难很难的。上帝的心就这样，我们要效学这种的一种人生，这种风度，这一种宽容啊。那么这在世界上就要学，不容易，一点的学，我们还会继续讲下。第二呢，这样的人处处时时就会看见上帝，真的，甚至在一个小孩身上也能看见上帝，甚至有人说在那批评你的时候也能够怎么学到你上帝要你学的功课，看见上帝，听见上帝对你的声音，对你的呼召。第二呢，清心人有福，将来要可以见上帝，将来见上帝。那么很有意思的，将来我们非但见上帝，圣经里面讲启示录的八福就讲怎么样，在第一次复活的人，头一次复活人有福了，第二次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第一次复活，第一次复活做什么？要做祭司和做君王，这是启示录里面二十章第五节所讲的，对不对？做祭司，你读利未记都是讲利未记的中心就是圣洁，利未记的中心就是侍奉上帝的人要各方面都要追求圣洁。我不晓得你读中文圣经有没有这个，只有在利未记三十九章第三十节用个粗体字，归耶和华为圣，没有的，圣经没有粗体字，就这几个字，归耶和华为圣。那他们戴在头上的帽子要归耶和华为圣，做祭司。圣经讲抬杠耶和华器皿人，勿要自洁，勿要自洁，做将来做祭司啊。做君王呢，做君王呢，那很重要，君王有王者的风度，王者的风度。这个约伯记三十四章啊，这个平时我很少读到很少注意的，约伯记三十四章第三十节，使得不进前的人不做，使不前进的人不得做王，不好做君王的，免得有人牢笼百姓。不虔诚的做君王就会牢笼百姓，欺压百姓，鱼肉百姓。所以约伯记讲，今天我们讲前进、虔诚和清心，对不对？很有意思。将来我们做祭司跟君王，我们先要在地上学习向也向上帝。Godliness is Godliness， 向上帝要有个亲切的心，才能够看见上帝。今天在世界上，时时事事，每一个人身上都可以看见上帝。如果我们有清洁的心，都可以反照出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怜恤等等。而我们将来呢，如果要做祭司，我们现在是不是地上去学这个，对不对？要圣洁。做君王更加有王者的风度。今天很多上梁不正就下梁歪，对不对？君子之过，日月之明，造成今天世界社会败坏，就这回事情。最后我想结束一下，对不对？在我们今天这疫情蔓延的时候，怎么造成呢？怎么造成呢？你要考虑这个。我刚刚已经讲，我不喜欢用这个天灾人祸，
其实是人祸，自然灾害。人祸怎么造成的？有的是社会上层，啊，有的甚至做君王造成的，对不对？有的是怎么样？抬杠耶和华的器皿人没有圣洁，侍奉上帝人讲的都是成功神学，来了来了来了都发财，来了来不生病啊，来了来了。当隔离的不隔离，当戴口罩不戴口罩，大家还是继续，对吧？韩国的这个大邱教会不是这样造成的吗？对不对？所以这些要注意，幕后是一个放纵的时代啊。路加福音21:34，路加福音21:34，这里怎么讲啊？大家有圣经可以翻一翻，21:34。这里说你们要谨慎，今天主对我们说我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我们的心，好叫那日子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降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今天就是这样的一个光景，对不对？今天疫情的蔓延下，不是发现很多我们应当发现的问题，思考很多我们过去不思考的问题，社会的上升以至于下面有的时候放纵，放纵不是节制，不是忍耐，是放纵。或者呢，今天啊也有一些像哥罗西书2:16-18，哥罗西书，因为最近有些人就净讲天使天使啊啊，哥罗西书第二章16-18，这里说怎么样？所以不拘在饮食上，在祭期、月数、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认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就嫉妒，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取你们的奖赏。这等于拘泥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辜的自高自大，不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等等。大家读完这个哥罗西书2:16-18，刚刚讲节制要忍耐，节制的对面一个是放纵，一个是苦修苦行。今天也有一些啊，表面苦修苦行啊，没有必要的进食等等，甚至于啊，我们到农村去了，等等等等等等，不要走在上帝前面啊，千万要注意。最最重要的，今天我们要做一个怎么样？有敬虔的心意，有清心的人，就是有个无愧的良心，无愧良心。我常常讲这句话，良心是我们的第一个法庭，第一个法庭。而像香港有的终审法庭，终审法庭是在江南天上，地上终审法庭有的时候也不能明了一切的事情，就是上帝的审判，终审法庭。但愿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做一个什么呢？有个无愧的良心，一个清醒的一个基督徒。求主帮助我们，恩待我们，能够记得今天就好，有忍耐还加上前进啊，我们既要怎么样不断的连续人，更加要清心，清心人才能够见到上帝。求主慈恩，求主怜悯，求主饶恕，求主帮助我们在世上做这样的人，将来第一次的复活有福了。我们将来天上要做祭司，要做君王。我们今天就操练起像祭司那样圣洁，今天就操练起有君王的风度。人可以看我什么都没有，我们有君王的风度，意思我们将来就能够在父面前，非但是第一次复活有福，而且我们能够在天上能够见到我们的天父，能够面对面的见他。愿主赐恩。